右脚向后退一步，两掌抓窝成拳，往里收，右拳冲出，左拳回拉，收于左腰际，这个叫做穿心中拳，两眼目视前方。 现在我在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做一个说明，右脚后撤一步，然后两手抓窝成拳，稍微里收，右拳向前冲出，左拳收于左腰际。 常穿心中拳，目视前方，左脚向后退一步，右手外旋收于腰际。 然后左拳外旋向前冲出，常穿心中拳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一个说明：左脚向后退一步。 然后，同时右拳外旋里收，左拳内旋冲出，右拳置于右腰际，常穿心中拳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。 再做一个说明，右脚向后退一步，左拳外旋收入于左腰际，然后同时右拳外旋向前冲出，常穿心中拳，目视前方。 左脚外展，随即右脚上步，左手同时从左向右划弧，做一枝梅花的动作，同时右拳呈鹤翅指，经过了左手拳。 做向左的鹤翅抬腰，或者是说做白鹤吻嘴都可以，两眼要朝前平视。现在我在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一个说明，左脚。 外展，随即右脚前脚上步，然后左手从右前臂下穿过，左手。
右手呈褐赤指，往右划弧。然后向左插击，左手的动作为一枝梅花，右手的动作为褐赤裁腰，要两眼朝前平视。长上式，旋转360度，右脚向左跨出一步，向后转体360度，然后左掌划弧下按，右手提起握拳，做白鹤护巢。现在我在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说明，右脚要向左横摆，转身360度，右手提起，左手扬掌，同时弧形下按，猛然转身360度，做鹤爪前抓，白鹤护巢的动作。呈上式，后脚挑起，以脚后跟为立点，向后蹬出，做白马悬蹄。长上式，右脚往前落地，两手向前插掌，呈美女照镜，然后经过顺时针的一圈的旋转，做颈盘摇出，目视前方。右脚向后撤一大步，呈左弓步，两手内收上扬，从外向内向中向下抓摘，呈仙人摘桃，目视前方。随即左脚外摆，右脚直立直起上步，两手变成爪，变掌向前划弧，
抓窝往左摘拉成仙人摘花的姿势，目视前方。右脚向后退一步，转身右转身90度长平马，两手做中盘摇，青龙出水动作，目视右前方。左脚外展，随即右脚上步，后左手这样圈抓，右手往从右往上往中砍击，使左手的动作为鹤爪前抓，左掌叫飞天砍斧，目视前方。步行不变，两手变掌，左手由左向上向前划弧猛击，右手从后往左劈击，路线整个的动作呈十字形，呈十字打手，目视前方。行不变，左右两手向右前方分别抖出，由左向前抖出做白鹤抖铃，目视右前方。上势，步行不变，右手外旋顺时针转牵，掌根下沉，两手形成凤尾垂落，目视右前方。右脚里收半步，呈白鹤系脚，两手收至左腹前，左手立掌，右手握拳，从左腹窝前向前向中弧形推出，置于身前，呈将军挂印，目视前方。右脚向后撤半步，呈开立步，两手同时里收，回收至两鹤拳两胸前，经外旋使掌心向下往下按压，使用螺旋劲，呈半月沉江，目视前方。Thank you.
身体起立，右脚理收靠于左脚，两手自然下垂，贴于大腿两侧，目视前方。这套穿心中拳是跟七步三站、十三步摇、十三太保、鸭子蜜水，这总共几个套路，是咏春白鹤拳的最基本的功法练习套路。它是在前面四个套路的基础，动作上增加了左右开大小门，左闪灵活的利用步法的练功方法，它着重于中盘的攻防练习。到了穿心中拳，这是循序渐进的过程，整个套路演练起来，似刚非刚，似柔非柔，刚柔相济，